刘永平、杨竹元请至室外竞赛组。导演会拉。应该拿个脚架过来。真的。啊，我们瞄一个角落看看。哎。早上就放弃了吃便当了。好球。来哦。我不要录了那个。不要念了。不要太大声了。可是上面没有太大声。不会。算了，我拍到最好。